做命运的主人。皇后，请与我一起享用这些美食吧。多谢陛下，我还要去厨房准备招待外宾的食谱呢。哼，你应该多花点时间陪伴我，为什么总是忙忙碌碌的呢？你已经拥有了别人想拥有的一切，而这些都是我给予你的，不是吗？不，陛下，我所拥有的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。哼，你真是太自大了。你住这么美丽的宫殿，穿这么美丽的衣服，如果不是我的庇护，你哪里会拥有这一切啊？哎，皇后，你看，多么漂亮的宝石啊！喜欢吗？这可是一颗很稀罕的绿宝石哟。嗯，它真是太美丽了，我要每天都带着它。皇后睡着了，你就把宝石偷出来。皇后，我给你的那枚戒指呢？是啊，今天早晨我起来就发现它不翼而飞了。哦，你不是说你得到的都是靠你自己吗？那又怎么会失去了呢？皇后，这是您吩咐要的湖里的大鱼，特别新鲜呐。好的，你赶快把鱼煮好了，招待今天的外宾。是。跑到鱼肚子里去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，父王，我正在调制一种新的香油，这真是太有趣了。你可以当公主，拥有这样快乐的生活，应该感谢我。如果没有我的庇护，你可就没有这些快乐了。哎，父王，我的快乐也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啊。您是国王，比我拥有的还多，可为什么却不快乐呢？哼，那好吧，我把你嫁给一个穷鬼，看看你还快不快乐。哼。对不起，公主，国王把你许配给我，我家却这么穷，亏待了你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先把屋子好好整理一下吧。公主，你母后想来看看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谢谢父王为我挑选了这个好丈夫。近年来，年轻人和公主两人相濡以沫，
相互支持，努力拼搏，所以后来两人拥有了财富和美满的家庭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谢谢父王为我挑选了这个好丈夫，他很勤劳，我们生活得很幸福。看来每个人的生活好不好，都有他们自己的缘分和努力在里面。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做好自己命运的主人才是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